你點樣去規管個網呢？喂，其實經營一個網台好簡單嘅喎。我而家呢度有部電腦，阿胡家過星期一千百蚊嘅，我平時攞嚟出街做嘢嘅呢部電腦。咁我想話，其實一部電腦，我家姐響對面太白山咧買支麥咧，都係30蚊嘅啫。我已經可以開個網台，錄個節目，跟住擺上去。咁可能我比較多 fans， 我多人聽，廿幾萬個聽，多聽過嗰啲咁嘅主流傳媒。咁你係咪要管呢？其實你作為一個網台，人人都可以用嘅嘢，咁點解你又可以去管？其實好簡單，所謂而家話喺網上面處於劣勢嘅政黨，喂，其實佢都可以搭個網台，嗰度有冇人聽嘅啫嘛。即係好似社民連有個節目叫《與君同行》咁樣，得十幾個聽，咁有咩人睇啊？係啦，網上最大黨有幾十萬聽，咁啊點計數呢？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，人人都可以做嘅嘢，咁從而我引申一個問題啦。咁如果你要選舉好公平咁去進行嘅話，咁其實有啲嘢我又覺得反而要管咗呢啲先喎。例如我積極考慮參加假如我積極考慮參加2012年嘅立法會選舉，我要同田北俊選，田北俊可以喺個紅隧口度賣廣告。但我冇錢啊，點算啊？咁我冇得賣，咁咪唔公平咯。再唔係，或者我同阿劉慧卿一齊選，但劉慧卿又靚女過我，咁咪唔公平啊！大家有係啦。但你不是全部給完嘛，你都要不信這些，他可以用完他的選舉經費的嘛，那我沒錢是不是不用選呢？那是不是以後我選舉得了，我一參選阿馮華給100萬我，那我可以不信抗下來，如果是這樣你要管的，為什麼你不是管這些呢？網上平台千幾元又拿回我這部那麼多1800元加多支麥30元，然後找個 YouTube 平台，那你是說好像我們做一個好簡單一樣嘢，我係為咗同 Google 傾翻話，喂，我個選舉經費要幾多錢？咁我咪搭飛機去美國咧？或者我打電話，我要去 Facebook 個總部問，我要 claim 幾多錢咧？咁所以點解你唔去管呢啲咁樣嘅嘢？馮華法官，我好語重心長，今日已經唔係鬧你噶啦，你要諗清楚乜嘢叫做互聯網，係人人都可以做噶，小則好似與君同行啊、老美講是非呢啲咁嘅垃圾節目，十幾個 K。再好似鬱敏踩場呢啲幾十萬個 click， 人人都可以做，但係個成本係一樣嘅咋。田北俊可以做，不過有個人聽咁解嘅啫嘛。所以我希望馮華法官好好諗清楚。仲有一樣嘢，如果我真係我話俾你聽，我以身試法，假如我參加區議會選舉嘅話，咁你點樣拉我啊？你係咪取消我選舉資格？或者啲香港人講或者青台咁啦？我日日淨係講一個候選人嘅，你係咪揾人？你唔規管你行出嚟做咩啊？我哋咧係想選舉咧有公平嘅機會。當然咧，頭先有人講話話有啲人你請佢唔上咧，咁呢個情況嚟啫。不過咧，另外一個聲音就聽到咧，佢話人人可做，即係家家有求啦。咁呢個咧係我哋要考慮呢個公平嘅咧，係我哋要一定認真要考慮，即係我哋嘅。
都會講到俾我聽，即係個網嗰度係有啲特殊嘅生態。咁我都有去上網嘅，但係即係老實講，你哋就係、是。